哎呦，这个你懂的。烤生蚝、蒜蓉生蚝，大家都吃腻了吧？今天教大家一种非常爽口的做法，鲜美无比，而且非……不能说，这个不能说。把生蚝的外部洗干净，用那个开蚝刀给它开一下，把肉挖出来，给它放入纯净水泡一下，盐，把生蚝洗一下，泡入冰盐水。柠檬切半个，把汁挤进去，先浸泡五分钟，然后把这个剪出来，泡入焦黄酒，五年的焦黄酒，给它浸泡十五分钟。姜、蒜、香比辣切好，放在碗中，生抽、辣鲜露、芥末、糖、白醋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兑点纯净水，这个充分的给它鼓一鼓。锅烧热，把香叶、花椒放进去炒香，可以了。来炒好，给它倒到这个汁里头，给它搅拌均匀。泡生蚝的酒给它过滤掉，然后用筷子一个一个夹了，给它泡在这个汁里头。包上保鲜膜，放入冷藏。啊，时间到了，可以吃了。太好吃了，酱香浓郁，这个做法又好吃又简单。很多人很爱吃酱大骨，但是要么不入味，要么就有点腥。今天就教大家一种做法，在家里做简直是太完美了。切好的骨头泡入水中，加入面粉和盐，给它泡三十分钟，豚骨的血水充分的给它泡出来，酱骨跟冷水一起下锅，给它焯水焯一下，放入生姜、胡椒、老酒，继续焯五分钟，焯好了捞起来，用冷水再冲洗一下，要把这些香料放到锅里炒一下，把它水汽炒掉，更能激发出它的香味。现在拿起来备用。我们现在先炒糖色，倒入开水，锅烧热，放葱姜，来煸香，然后黄豆酱给它炒香一下啊，放入福建老酒，加入开水，炸至过滤一下，炒好的香料装在料包里啊，将料包放进去，酱大骨放三根，鲜辣椒啊，盖上盖子煮一个小时。有没有看见铜骨刚才？我本来买回来煲汤用的。没有啊。是不是你买了忘记拿回来了？哦，对对对，可能我忘记了去拿去。开始调味，胡椒酱油还有蚝油，继续烧。先料包拿起来，时间到了，关火焖三十分钟。哎，这个铜菇有点面熟哦，叉烧原来不用烤炉也可以做出来哦。在锅里做出来的叉烧肉，你们吃过吗？人家这叉烧都是烤炉烤的，你这种做法能好吃吗？我跟你讲嘛，这种做法不但入味，颜色也非常好看。就一个要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：煮美了去皮，然后去条，用老半盒洗一下哈，跟冷水一起下锅焯水焯一下，水烧热了，加入生姜、福建老酒，再焯五分钟。这个我们再用清水给它洗一遍就可以了。把处理好的梅肉调点色，生抽、老抽、红曲水。这个先给它抓一下，加入高度白酒增香，然后腌二十分钟，腌好了就梅肉拿出来，沥干水分，油烧至六成热，梅肉放进去，炸下去上色就好了。拿出来，锅烧热，把这个葱姜煸香，放入辣椒、叉烧酱、福建老酒、开水、蚝油、酱油、老抽，放进去烧。大火烧开，转中小火，盖上盖子，给它烧二十分钟。好，烧制时间到了啊！看，哇，闻着味道还真像那么回事哦。哎，你这个说什么话？出品的时候更好看，真的。嗯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把它葱节给它剪出来，就可以开大火了。收汁，最后我们加上蜂蜜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了，起锅，又简单又好吃。面粉里面加入糖花，还有猪油，然后再加入水合成面团。这种的水油皮起酥的话，要比平常做那种烧饼呀、什么饼的皮要软一点。这个皮揉均匀了就可以了。我们放在这里洗面，洗到面松弛就可以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再来做酥啊，把面粉和猪油搅拌均匀，然后做成油酥。做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，就是水油皮跟酥皮的比例要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来做糖包的馅哈，我们把面粉给它炒熟，炒到微黄，然后放旁边凉了再用。
面粉，倒入黑白芝麻，还要加入白糖，然后现在加入盐，还有椒盐粉，然后搅拌均匀。现在加入红葱油，然后现在我们再加入猪油，把这个水油皮旁边薄，中间厚，把这个酥啊放进来，压下去，把它整理一下，把饼胚这样子压薄，再给它擀薄，再给它卷起来，把它摘成剂子，把它擀成饼皮。我们把刚才做好的馅包进来。考你们一下，过去这个糖饼一块卖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锅烧热，放点油，然后把糖饼放下去，然后开小火，煎到两面金黄。收藏起来，别让它失传。